鹰豹大战，看看老鹰和花豹之间的斗争啊。老鹰啊，绝对是大型的猛禽，空中霸主。这个小鹰现在刚刚破壳而出啊，小花豹呢也刚刚出生。花豹妈妈啊，出去狩猎的时候啊，小花豹非常淘气，很容易遭到老鹰的猎杀。这眼睛真好使啊，鱼在水下可以轻松拿下。花豹呢也是狩猎高手，擅长于爬树。从小啊就吃鲜肉，这绝对是猛禽了。这爪子像小镰刀一样啊，可以牢牢地抓到猎物的肉里面。看看花豹这上树的速度啊，不次于猴子，非常的灵活。看看花豹上树狩猎小鸟，给老鹰机会了啊！老鹰现在锁定目标就是小花豹。看看这爪子啊，现在小花豹也发现了危险，已经晚了，被老鹰轻松的拿下。母亲花豹啊也发现危险，但是已经晚了啊。轻松的啊，把小花豹狩猎成功，直接打包带回家。看看花豹妈妈着急了啊，但是真的是晚了。疯狂的蜜蜂大战黑熊，这个黑熊啊吃蜜蜂也是专业，基本上就是连窝端呐。这身上的皮毛啊像盔甲一样，可以抵挡蜜蜂的蛰咬。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啊，这大黑熊啊力量非常强大，不好惹。在野外啊遇到黑熊一定要离它远一点，我们就管它叫黑熊瞎子，就是眼睛啊不太好使，但是耳朵和嗅觉非常灵敏。这个蜂蜜啊是它最爱吃的一种食物。这个鼻子啊很好使啊，找蜂巢啊非常的准确。这家伙吃的看这样也被蜜蜂啊干够呛，连滚带爬的。这个蜂巢啊被它全部毁掉了，够狠呐。这个大黑熊真了不起啊。接下来我们看看狮子啊和蜜蜂之间的战争，这就区别大了啊。狮子就没有黑熊那两下子了。这个狮子上树啊够蜂巢，
惹来了杀身之祸呀。狮子的皮毛啊就没有那么结实了，被蜜蜂蛰咬以后啊就死定了。它这个毒性很大，看看狮子被蜜蜂蛰完以后啊浑身抽搐，这家伙跳起了抽筋舞啊，死定了。这个蜜蜂啊下手也挺狠。再看看狮子王啊，为母狮子出头也没有逃过一劫，看这样直接干个四脚朝天。今天呢蜜蜂给狮子深深的上了一课啊，以后啊再也不敢招惹蜜蜂了。死定了。再看看平头哥啊，人狠话不多，这是最无所畏惧的动物。他们吃蜜蜂啊也是连窝端，身上的皮毛啊可以抵挡蜜蜂的蛰咬，这绝对是一物降一物啊，最爱吃的就是蜂蜜，厉害。猎豹狩猎黑斑羚。猎豹啊是世界上陆地奔跑最快的动物，黑斑羚呢依靠它的急转弯躲避猎豹的追杀，跑直线呢那就死定了。看看这小速度啊，相当快。现在他在寻找目标，这个目标比较强大呀，成年的大羚羊。小猎豹啊也紧跟后面啊，想帮助母亲狩猎。看一看这个羚羊直接把这个猎豹啊拖过了公路。终于倒下了啊，今天不错啊，猎豹狩猎成功。这个非洲野犬又出现了啊，非洲三哥在草原上也是有一号啊。这个非洲野犬呢他们是群体的生物，这一个族群呢上百只，也很难对付啊。这面是非洲猎狗，这是二哥，都准备抢走猎豹的食物啊。终于把猎豹的食物抢走了啊。这个非洲野犬呢很霸道啊，现在是非洲猎狗大战非洲野犬。这哥俩呀都是坐收渔翁之利啊，不劳而获。现在是哪边的数量大呀哪边胜利。看这样非洲野犬呢数量越来越多，今天把二哥干够呛啊，专门掏缸。他们两个就是天生的仇家，见面就是干。这屁股啊赶紧保护起来，今天呢三哥绝对胜利啊，抢走了食物，打败了猎狗，干得漂亮啊。非洲猎狗和狮子之间的战争永不停息啊，看看小猎狗被狮子直接拿下啊，成年的猎狗啊也不敢过来，狮子王非常强大。
Hyenas are bowing animals and are arch rivals with lions. Hyena is an animal that lives in groups. They threaten predators with the power of unity to take over their prey. So today we bring you video documents the moment lion attacks hyena to eliminate his threat. 今天狮子啊，准备报复猎狗。狮子王带着他的妻妾啊，找到了猎狗的巢穴啊。今天杀的痛快啊！猎狗呢，人送绰号二哥，在非洲草原上啊也是有一号，经常呢欺负狮子，仗着自己族群的数量啊比较强大，一旦遇到落单的狮子，绝对是痛下杀手。但是今天狮群呢，合作把猎狗啊打得够呛啊。见到猎狗啊，上去就干，杀死了十多条猎狗。今天狮群呢，报仇非常成功啊。狮子王啊，杀红眼了，连小猎狗啊也不肯放过，一口一个啊。狮子啊，把猎狗杀死以后，它是不会吃的啊，非常的讲究。现在猎狗群呢，杀回来了啊，哪边的数量多呀，哪边胜利。看一看猎狗群现在集结起来了，准备报复狮子。这个狮子王啊，还在挖猎狗的洞穴呢，危险马上就要降临啊。现在猎狗啊遇到落单的狮子王啊，绝对是痛下杀手。看一看咬狮子王的尾巴，现在是群殴狮子王，报仇了。